护膝暖宝宝，然后还有就买了厚的这种羽绒服，然后还买那帽子什么的。他们分别是有请一号新人安金晓、张文杰，来自河北省保定市；来自辽宁省沈阳市；来自河北省承德市。 有请28号新人郭百正、陈坤，来自山东省威海。有请31号新人史川、李娜娜来注视着对方的眼睛，左手拉住对方。那前面那都没法说了，没说就有一身都穿好多有点费劲呢，反正挺舒服。也没说这么大场合，能不能哈，就非常感谢，没说挺荣幸的。 爱如光，孝敬父母，互敬互爱，互敬互勉，互敬互爱，互敬互勉，忠爱一生，互谅互让，忠爱一生，勤俭持家，新手相亲，爱意永恒。婚礼的盛宴，点燃你们火热的爱恋。 作为新人的代表，然后领在前面作为宣讲这个誓词，这个对于我们的意义来说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誓词里边也说的非常好。然后面对这么多可能认识的亲友和不认识的亲友，能够把我们的爱、把我们的未来的承诺说给大家听，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明年的集体婚礼。